开心的时间到了。开心的时间到了。Amen.
那针对今天晚上的演唱会呢，那告捷公司在散场的阶段已经准备了有13部的加班车，那再加上原有6分钟的尖峰车的话，我们总共大概会有26部的列车来载运散场的所有的民众。那也请民众不用担心，告捷公司一定会把所有的民众都安全输送到家。那预计今天晚上的输运呢，到目前为止十分的顺畅。那我们希望能够在50分钟到1小时之内，把旅客都顺利的输运完毕。那今年整个年度呢，也感谢高雄市政府安排了相当多的演唱会的场次，在我们的试运站也帮我们带来了相当多的运量。那从我们的不管是从我们的五月天，还有 Blackpink。到我们今天的 Coldplay， 那当然我们每一次的输运结束完毕之后，我们都会针对我们的输运过程来做一个检讨，那尽量能够在班距方面更加的尽量的来加密，让我们的旅客能够更顺利的快速回家。